现在开始给这个表情包配字，这个就是思考嘛，对吧？看着挺像。用牙头。是不是很不错？可以。这个太可爱了，这个画的人。你不是有一个专门的问号配字吗？这世界上人怎么了？这个的话，能不能把这张表情包把它放在缩小放在下面？是可以，你可以配那个字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，然后现在呢，我要为我的表情包来配文字了。那就开始配吧。好，先看一看啊，有几张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张。好，很棒。先从第一张开始。这表情包，好开心。OK， 就配好开心吧，这么多颗桃心。我知道了。好开心。我这个心太难受了。完成，下一个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这样吗？这个吧。行了，
哼，我生气了。我生气了。都不好啊。这把刀是吗？尴尬了。尴尬。尴尬尴尬的。哈哈哈哈。OK。OK， 下一个。好，我想的心花怒放。金金眼心字太多了，别金金眼下一个。震惊震惊金金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那么现在我要给我的表情包配一个字。
方面，好方便啊。无语死了。我最喜欢的这个我没有得罪你们任何人，大家好，然后我现在呢要给我的表情包，一些 Q 版的表情包配一些文案。那么我们看到一张非常可爱的那个表情包啊，是我的话我会写个啊这啊这可以。我看下一张，我会写个这个麻了，真的麻了。进入下一个，我想再一个了，很适合，特别适合，巨适合。哭了，是很有梗。金光闪闪，这个我会贴的。这个就是，这怎么这么可爱？哇，我用的 bling bling， 对啊，就 bling bling 可以 ，bling bling 是。我想写一个那个惊喜的感觉，就是，对吧？这样，哇哦！这个我要写什么呢？这个我写满足，下面这个呢我就写类似于暗喜。我觉得都还挺应这个表情包的情绪的，让大家能够喜欢这样很 Q 版的表情包吧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又来了，又是一条老板。今天呢，我要进行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。首先呢，我叫张真源，我是小张。今天要把这个表情给它添上我喜欢的文字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些表情。好的，我要开始了。第一个呢是哭兮兮，呜呜呜。我要配上什么字呢？如果以宋亚轩的角度，我觉得应该是别欺负宝宝了。对，如果以我的角度呢，应该是哭
哭死真了，哭晕真了，真哭了，真哭了啊，上哭了。天星果然是 ENFP 啊。你不也是吗？可是我比较理智啊。我不理智。你最不理智。你最理智。我确实最理智。你最清高。好搞笑，真哭了，我还画了个表情，你看我这个写的多么的棒。好的，下一个表情啊 ，Next one， 我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这个有点可爱啊，我就喜欢这样的表情。这个我写真晕了。啊，张文怎么用自己的名字？那我的表情肯定要用我的名字，不能用亚轩的名字吧，对吧？那我就用好晕呀，那先是我记得就是这个，真的吗？就好像那个漩涡鸣人那个，这个是真开心啊，真开。这个表情就很适合发给上旬，真开心呢，有点阴阳怪气的。很棒。哎呦，这个表情帅啊，真面不行，我换一个吧。可以修，真修啊，那就真修。这么多，这是什么？间隔的。小尖牙咬你，小心我咬你哦！好气呀、啊，就这个，那个牙呀要用牙齿的牙，因为它只有两颗尖牙。不是，不会，别人不会说我写错别字吧？好气牙，然后还标注了一下，我语塞了，在他嘴里打了个叉，这怎么把灵魂都吓出来了 ？Oh my soul, oh my。哦、好帅呀、啊、我这个表情可真的可爱，真的可爱，就这个吧。 OK， 现在到我给我的表情包配文案了，那么从第一章开始，那么第一个要配的是这个表情。看到这个表情包的第一印象哈、第一印象就是它有五朵不同颜色的花，然后脸又是红着的，就是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是受到别人夸奖的那种意思，所以让我配四个字，不愧是我。我觉得下一个比较简单，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小爱心，这个就比较好。 OK， 那么下一个，这个比较委屈的表情吧，我就直接写五个五吧，五五五五五五五，挺好，就等于是哭的那种意思嘛，对吧？然后是下面一个，想到一个，能不能再到时候在那个上线的时候再给我加一个拳头啊？我想配这一拳下去，你头上恐怕会起一个包。这么多字吗？来换一下。想到一个。应该有这个词儿吧？你还要加拳头吗？可以加呀。好。OK。第五章。这个我就想要那种黑人问号的那种感觉，就三个问号。这样是我的风格，三个问号。
然后下一个，这个好，这个我让我想到了自己最近常用的一个表情包，就是打脸照，这么配。然后就下一个，简单一点，三个感叹号。非常的有意思。哇哦。这个好。OK, 那我的表情包就配完了。我现在要来跟我的表情包配色了，真的让人联想到什么？我在微信里面如果一般用这种微笑的表情包，一般都是阴阳怪气，开始友好一点了。限定表情包，一般在某家大院和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有 buff 加成。好，那我们下一站，这个牙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他这个爱心是粉色，我也找一个粉色。算了，还是用红色吧。哎呦，我好那个哟！你看多可爱！哭了。这个牙怎么越来越奇怪？他还给我画了个爱心出来，你乱篡改我的牙，我收专利费啊！发了一个省略号，代表我就是无语。好可爱呀、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、啊。哇，这个一看就是卖萌的时候用的表情包，这让我想到了。哎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这样。真是无语，真是无语住。这个的创作灵感很奇妙。我再画个小墨镜儿。嗯，这个吃好喝好，长生不老。这个必须要这样。可以，这张图大家斗图的时候可以用。一定要配上这种自己这个语气啊，就是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才能体现出这个照片的精髓。这个就是，这个看那边不要扫，这个就是我下一个，
好开心。什么意思啊？生气了。尴尬的。喜欢吗？你伤我心了。静静眼。震惊。这样。早知道我不解释啊，这这个怎么模仿？嗯，好尴尬呀，我受不了了。冤种好吗？哇哦，啊 ，OK， 帅气。美好的一天，从我的祝福开始。嘤嘤嘤嘤嘤，生气气，真是无语。其实这个吧，其实还得配上那个什么。饮料跟那些吃的，吃好喝好，长生不老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